热爱西甲，关注伊比利亚半岛头条，一起来浏览今日各大西班牙报纸的头版消息。马卡报一，当地时间今晚20:45，西班牙将在客场与克罗地亚进行欧洲国家联赛的比赛。如果取胜，西班牙就将晋级四强；如果输球的话，就只能寄望末轮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战平。二，克罗地亚足协主席达沃苏克表示，在我们国家为国出战是骄傲的事情。三，瓦伦西亚本赛季战绩糟糕，瓦伦西亚主帅马塞利诺坦言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积分榜了。阿斯报一，胜利或者继续等待，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今晚20:45客场对阵克罗地亚，只需一场胜利，斗牛士军团就将晋级四强，如果赢不了则需要等待周日克罗地亚与英格兰的比赛结果。赛前西班牙主帅恩里克表示，我们现在状态不错。拉莫斯坦言，阿尔巴是世界上最好的左后卫之一。苏克则直言，我们希望报上回客场0-6惨败西班牙的一箭之仇。二，巴黎圣日耳曼可能被逐出欧冠，欧足联正在审查他们上赛季签约内马尔和姆巴佩的转会。三，本泽马打进了本赛季皇马 27% 的进球，是他第二高的赛季进球，占球队总进球率。四，巴萨对乌姆蒂蒂的膝盖很担心，不排除冬窗引进中卫的可能。世界体育报一，报价登贝莱，巴萨的法国边锋登贝莱近日在队内状况不佳，有消息称英格兰的球队有意求购登贝莱，其中利物浦准备好了1亿欧元冬窗签下登贝莱，而阿森纳也在观望。巴萨的态度是继续给登贝莱机会，但一旦收到丰厚报价，也将打开转会大门。二，当地时间今晚20:45，西班牙将在客场与克罗地亚进行欧洲国家联赛的比赛，西班牙需要一场胜利来确保杀入四强。阿尔巴是恩里克首发阵容的一个选择。三，埃塞西奥对于责任的问题很平静。四，西班牙人中卫埃尔莫佐表示，我会在西班牙人效力完这个赛季。每日体育报一，第一场决战，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今晚20:45客场对阵克罗地亚，他们只要击败对手就能杀入四强，恩里克不会畏惧，阿尔巴则有望首发出场。二，巴萨的引援目标弗兰基德容坦言，我在 YouTube 中从哈维和伊涅斯塔身上学到了很多。三，皇马同样有意萨格勒布迪纳摩前锋奥尔莫，后者此前刚刚与巴萨传出了绯闻。四，欧足联可能将巴黎圣日耳曼踢出欧冠。